真的是佩服他，太扯了吧，他直接从这是任网格直接切进来了。他不能骑上来耶，他50cc，他应该不知道他违规了，连方向灯都没打。哎、欸，他为什么会骑上来啊？完全没有看到啊，我根本不觉得他会上来，那我真的是佩服他。太扯了吧！他直接从这是用网格直接切进来，我也没办法、啊。Huh?